好啦，哈哈，好漂亮的一个娃娃，而且还可以发光呢。你试试按下这个按钮。把旧灯泡用来做眼睛真好，晚上还能照明呢。明天我们给娃娃喷点颜色，就可以给斑点他们一个惊喜了。对，先不告诉他们。咦，他们在做什么？好像还不想给我们知道。人家好想看看，还能发光呢。贝贝把东西故意放到了我们拿不到的地方。没事，看我的，没有我斑点办不到的事情。斑点，你小心点。放心，粉粉，这对我斑点来说小菜一碟儿。是个娃娃。娃娃。我把娃娃丢下去，兰兰，你要接住啊。好的，你丢吧。我丢了。啊，兰兰，你怎么没接住啊？我，你个笨蛋，不会往前迈一步。我看看摔坏了没有。啊，斑点不亮了。都怪你。现在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先把娃娃放在这里，在贝贝发现之前，我们明天早上早点去找洛仔修一下。啊，不好，贝贝已经发现了。贝贝，怎么了？都怪我，没把娃娃放好，晚上的时候掉了下来，摔坏了，现在灯都不亮了。拿来，叫我看看。走，过去看看。哈哈，应该是灯泡坏了。是被摔坏的吧？不是，是灯泡自己的寿命到头了。咦，灯泡也有寿命吗？是的，灯泡是靠里面的金属丝钨通过加热发出耀眼的光亮，但是钨也会因为受热变成蒸汽，这些蒸汽又会凝结在灯泡的内壁上，灯泡就会发黑，时间久了灯丝越来越细就会断掉，灯泡的寿命就到了。你看，这个小灯泡已经这么黑了，里面的一根丝也烧断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，那换了灯泡就行了吧？是的。原来不是我们摔坏的。咦，不对呀，你们刚刚说什么？不是你们摔坏的，老实交代，你们什么时候摔的？不是我们摔的。这三个家伙在搞什么鬼？灯泡是靠里面的金属丝钨通过加热发出耀眼的光亮，但是钨也会因为受热变成蒸汽，这些蒸汽又会凝结在灯泡的内壁上，灯泡就会发黑，时间久了灯丝越来越细就会断掉，灯泡的寿命就到了。